ALP 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说 Advanced Live Performance。现场演奏它的意思是说，它能够你走到哪儿，你都能给一个 live performance， 你都可以把你最好的表现出来。你在折上的时候就很小，就是可以放到包里可以带走，然后呢你展开的时候其实可以非常舒适的跟正常的吉他一样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它这个高度也都是像你平时熟悉的那种高度一样。其实 ALP 它主张的就是说，你走到哪里都能够把音乐带到哪里，就是我们并不一定代表某一种风格的音乐，但是我们代表的是你热爱音乐的这样的一种主张，就是说你想要把音乐随时随地的带在身上，不管是在动车上或者是在飞机上，就是说你总想要弹一下吉他的那种渴望，我们想要满足这一类人的他的需求。